大家好，我是新源，今天给大家提供一个稀有难得的传承视频。这是年龙上师的儿子，也就是拉桑活佛，现在大名为一哲仁波切，由他亲自唱诵传承的无垢忏悔序。这个无垢忏悔序啊，是非常非常的厉害，一切无无间罪，只要念诵一遍都得清净无余。因为这个视频属于公开共享的，那么也是上师开许的，任何人只要对密法有信心的都可以念诵这个无垢忏悔序。能够看到这个视频，听到这个声音，从头至尾听一遍的人，具足信心的都能得到这个传承和加持。而且拉桑活佛唱诵的这个经是非常好听的，以前曾经是五明佛学院的维罗师，还有很多唱片公司曾经找拉桑活佛让他出唱片，因为上师是佛法的大成就者，不可能答应唱片公司出这些世间的光盘了。大家可以根据上师唱诵藏文的这个韵律和节奏，根据这个节奏呢，可以唱诵这个中文，本身这个韵律的加持呢也是非常大的。Yeah,
सतना खया कर हो बंग वंसर तदन के तन बंद्र मी मंज बंद्र बवा महा समाया स दो आए Thank you.